你们干什么？这位先生，您冷静一点。为什么不抢救？啊！您先冷静，您先冷静一下。为什么生疑心？您冷静。我外公怎么了？我外公怎么了？先生，您冷静一点。我外公怎么了？老先生是大面积心梗，颅内出血。 加外伤，来不及了，怎么来不及了？送医院！董事长不能再移动了。莲姨，莲姨，你冷静一点。外公没事的，外公没事的。他没几分钟了。快说什么呢？我外公不会有事的。 医生，医生，我求求你，你救救他，我求求你，你救救他，医生。莲姨，先生，你要冷静，冷静。来不及了，来得及，我说能救就一定能救回来。够了，人老终有一死，你这么闹下去，也于事无补。 小雨，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啊？因为很快，你就没有资格留在这间房子里，更没有资格留在庄家跟蓝海集团了。你想说什么？直说。你根本就不是庄家的人。